各位植物的朋友，大家晚安。我是今天这场活动的主持人黄涵瑜。那我同时也是负责台师大哲学星期五或者哲学非星期五在台师大的负责人。那就先偷偷夹带一下工商广告，我们下个礼拜六的下午2点在师大就有一场非常精彩的在谈60、70年代法国左派思想的这样子活动。那欢迎各位上午的粉丝专业来看一看详细的活动的讯息。那今天非常荣幸能够主持这一场非常重要的这个演讲，画面与台湾文化建构与想象。首先我就先把今天的主讲人介绍给各位。在我座位左手边的其他人也要说话，请大家掌声。台语歌曲有一点点认识的话，像林老师应该是加时赛，然后都给盖小勋尊。那第二位讲者是我们的五度名将老师。那非常感谢台湾著名政策委会的理事长，他本身也对于很多重要的原住民的权益的一些议题有非常深入的热直接的一些参与。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的一个关键字是文化。那文化这种东西，大家知道，比如说像今天就是端午节，那马上就会联想到说端午节里面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文化的一些习俗等等，就不再重复。大家会觉得文化这个东西可能会觉得说像是水啊、空气啊那么样的自然，就像说端午节到了，你就马上自然联想到说就应该要有什么雄黄酒啊、吃粽子之类的。可是我们退一步来想说，文化这个东西真的是像端午节吃粽子，真的是像水空气这么样的自然的一个东西吗？答案应该不是哦。特别是在把文化台湾的文化放到台湾的这个历史脉络里面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其实在整个台湾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一个政权的建立或者进入之后，就会开启了它的一个整个文化建构，或者是有时候就是直接用武力压迫的带来某一种文化的一种治理、文化的一种统治啊。那日治时期有日治时期的做法，在国民党政权来到台湾之后，照样有它的一些做法，比如说地名啊，你看这泽武这条街叫绍兴北街。你再往左边走一走，你会看到衡阳路哦。你再往右边走的是昆阳。那其实讲的比较简单，你就是说，就是把整个中国地图，好像就复制在台北，也不是在台北了，应该是台湾到处都有这种中国的这种地名。所以一来之后，可能这些，比如说像衡阳路，我记得老师来跟我们的时候有讲解，他说好像叫做行营丁是吧？衡阳路嘛，就是他来了之后，他就要把前一个时代的那些地名做一个重新再命名。所以我们从地名，更不用讲说最近吵得热热腾腾的教科书的这个问题，还有一些语言的一些政策，也包括所谓的整个文学文化生产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机构。比如说国民党来了之后，有一个叫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这种机构，然后还有类似像救国团，还有很多的一些报章、媒体、杂志。或一些出版社、政中的项目，这些都跟他们是有非常密切的一些关联。从这些零零总总都可以看得出来说，他一个新的政权要开始运作的时候，势必也会透过非常细微的一些程序、一些管道，要去掌控、要去建构，能够有利于他、方便他统治的一种文化的一个氛围或者文化的一个状况。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都跟一些国主的想象。我就是说，他透过这个文化，想要把它建构成为是认同哪一个国家、认同哪一个民族等等。那当然知道说，在台湾历史过程发展当中，有文化统治、文化的霸权，自然而然会慢慢随着本土意识的增加之后呢，开始也会有一个打着本土化的这样一个旗帜，那但他所诉求的可能就是有别于所谓的大中国民族的这样一种台湾的本土。台湾的民族主义，就是说也跟它相关的，就是所谓的认同现在此时此地生活在这边的一个新的形成的一个命运共同体吧。所以整个来讲，就是说文化这个东西
并不是像我们呼吸水、呼吸空气、喝水、吃粽子这么样的自然，它可能牵涉到所谓国家、民族、民族的建立，甚至国家、国族的这种想象、记忆、情感等等这些东西，或者所谓的一种在地感等等。那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会随着不同的历史的情境脉络发展，我们开始会去思考说，是不是所谓的台湾文化是应该要不断重新被建构、被诠释，能够纳入更多元的多元文化的一些元素，包括特别是说像最近这几年来来自于东南亚的一些新移民、一些移工的一些文化，是不是应该在台湾的这个现文化现况当中占有一席之位，能够让他们有相当程度的这种代表性？这些我想都是我们跟我们今天这个主题相关的一些思考。那细节的部分，等一下会由我们两位老师来为我们做非常精彩的一些演讲，掌声欢迎一下。哦，多谢你的托客先生哈。哎，我突然间看到叫我的东西哈，我是你讲就讲一个笑话啦，我就好讲我一点家己啊。听有无？我讲较慢点吼，去听下阿弥陀佛。啊，我这款人吼，我是一个较古板的人。我讲个咖啡一定是烧的啦。啊，我个咖啡一定爱冲甜的啦。吼，这是我的条件。我就讲，啊，一般吼，我饮咖啡的时候，我若去日本，我拢讲不认同，可以合作吼，就招牌咖啡啦吼。啊，来来来，我特调吼，我讲。我特调，我微调，我可以啊。特调，我微调，我不是不要微调的好不好？我们已经特调了，不是微调了。哈哈哈哈哈哈！跟你讲，还是有没有特调？你讲，你讲，我特调，我微调。真的，这是简单的语言叫主宰，主宰权。文化上重要的是语言，语言附在文化。你这么一个词，那么叫主宰。都要有一个朋友吼，有朋友，他说是。啊，简体字跟繁体字哈，那一个同学，那个朋友谈到简体字跟繁体字哈，这个是小学的嘛，那个不叫简体字，也不叫繁体字。你这么都那个吹啊哈，用国语讲为叫做简化字啊，你全部简化了。简体字是那一个主题哈，原来一个人本来在人，啊，我们就不是繁体字了，那一个人啊，连体字啊，繁体，哎，讲完这里，我们叫繁体字了。嘛，先跟正体字啦，正体字就是一条批嘛，哦，所以呢，它客观来讲，人家叫做，哦，人家话叫做简化字，伊本来要人民较好嘛，笔画太多了吼，咱学了都袂记，所以讲咱这无唔对啦，我嘛讲这无唔对啦，但是但是伊名称袂使叫做简体字，简体字呢不能有咱的位啊，有我们的画叫简体字啊，本来就有东西啦，冲突了，所以他们应该称为简化字。啊，咱这款字叫做原体字，原体字，安遮是个最有名称啦。我想要讲这个，因为文化你呐所承载语言，那唔对，语言呐唔对，规个就错去啦。啊，这个通体架啦，我们都灵无体，我们相当一个语言权啦，语言权。这就是我们要开讲语言来讲的说，哦，啊，这个其实吼，我今年都发达。我感觉我一世人真好运，真好运，因为我出世的所在是一个完全无人、什么人捌字，嘛无地理、历史拢唔捌行下同个所在，而且历史地理都找不到那个地方，个所在。阮这里嘛无人有报纸，无人捌字，阮这里干两种话，因为外家阮遐吼，啊，大部分三分之一就只能讲普通话，啊有三分之一是为这个苗栗哈，苗栗搬过来的，合并跟合法，所以乃多落去吼，非提供合法，老婆合法，我做囡仔袂阿公，客袂阿老袂，这是我一个情况。啊，是我囡仔是大众，啊，唔过我讲讲，我唔知你想讲我是安那好运，因为我囡仔什么拢无，什么拢无所在，好我去想真济代志，因为我这个人吼。做个黑白事的，啊，我这人行动足无聊的，足无搭的，啊，不过做个黑白事，做个黑白事，所以我有机会见过迄个年代，我咧，尾后我知影，我咧，以前我是谁，
我是现在跟他们讲，无啥赶快，啊，我做航班啊，你吼。会啊，会啊，我知影讲，啊，我是平埔做的，我是平埔。现在知影你知道，我做囡仔是茶树会的时代吼，温正理。那迄个是迄个是，车架修挂了，啊，规定地址个街道吼，这么咧牛车铺的车铺。这么讲的，汉人是不跳的，人家古时很快呀。而且汉人吼，马不发的乐器，马不发的乐器，没有发的乐器哦。哦，你看，刚才要讲的，汉文化刚才要讲的，对。一般听过，听过庄周人过戏中《共勉汤》《古盆儿歌》啦，啊对，一打节奏啦，对不？《古盆儿歌》啊，这边一头这边是《寸心鼠》啦，《吉鼠儿歌》啦，共调一样啦，不？哎，苏东坡那个壶扣弦呐，哎，拢来打节拍的，根本就你来拢箫啦、胡啦，那拢不是汉人的物件。所以我感觉讲，我心里一个吼，台湾拼搏做起来吼，哎，当然有这么好的这个，这个八字的位置吼。啊，我这个下我这个真好找的，我来，我较早我初中时阵拢读的，啊，读出来我是讲，大家讲啊，互相老在办公室底下吼，这么好看拢底下的哦。哦，我顺便来一下拍的，对不？我来找个台湾工，这什么歌你用在？那这个，这什么歌？这边来公司刚刚弄皮，我顺便来拍的，什么歌？你听的用心听啊，你用没听过？对不？结果呢，我来的时候，你正当背后有一钢管在做，讲有一个铁环条，铁环你听到无？唱片哦，唱片可能台湾一个铁环。哦，本来就没看到，哦，啊，讲刚过来去探探片，吼，出外店面咧 interview 啦，讲去伊个阿拉伯国，讲无声，啊，我就在初中毕业，吼，你读几多年？我走去啊，你走去啊，我透早去到遐，伊就哦，头上摆一杯烟啊，伫遐，你等啦，你 interview 啊，我，伊讲了英文哦，我不得我上就摆咧地沟里，啊，这个就是蛮困难，你看出外店吼，用钱咧，伊呐，问你几钱呢？我话几百两万。伊规工吼，那叫啥物人？应该是不行的。所以前几前八年才退伍，啊，这退伍了吼，我一个就是算休假一下，就 interview 啦。哦，我就掏一个囡仔入去，迄个休假，恁同事伊看后壁，伊看我啦。啊，你去问啦，啊问袂着伊个，就讲先叫我来啦，就搭边啦，我来。讲，我来。伊讲，你要坐无？我讲袂啊。好，你拢搭边。我讲，我奇怪哦。我以前生了大单，讲唔听见啦。如果你来去催我，如果啊，遐侪囡仔来同你争，遐应该干嘛摇啊？啊，你叫我注意啊！我讲我是阿毛好处的哦。啊，所以遐个时，遐个时阵我即阵要讲讲这个文化问题啦。遐个时我做我读初中的时代吼，我囡仔时代听拢台语歌，阮真厉害，阮真。迄电台，阮遐电台嘛是咧讲台语，有人听好嘛，有人听好嘛，所以阮遐电台嘛拢讲台语。你若讲着迄个闽南语嘛，就较多人听有啦。所以我今日拢听台语歌。啊，不过咧，去到初中了后，人咧以前咧流行啥物？是用个台语写哪一个有无？我以前是讲，我是正经囡仔好，我以前爱做歌星，应该爱做歌星叫出名。我才大家在练呢，好听。贵人讲，啊，你也无办啊，你样子就像歌星呢。不过我真正有做歌星，我真正有。贵下有一个变的吼，一个变的吼，反正出去以前，到处都是变的啦。台湾嘛，不然像唱唱歌的变的无。啊，其中呢，迄时有两个变的吼，你个变吼，迄是一个葫芦的变。我跟你客气哦。杰森派你知无？有人知无？杰森派，那个是杰森派上最下面，那个囡仔叫啥？Michael Jackson。那
哎，对，你跟囡仔声尔，卖搁这名字啥，你出什么玩笑了 ？The Trails of Never， 你记得？啊，这个囡仔声，啊，搁有一个叫做Osmonds 不太好，爱上这样的啥 ？Tony Osmond， 跟 Mary Osmond， 对不？啊，如果囡仔声，啊，伊拢台面无囡仔声，哪个唱那个歌？你讲，我讲，俺不讲。我唱一点配那小吉他，啊，刚才唱有舞台的，哎耶耶，大家有舞台，啊啦，就为了，好像那个迈克尔杰森哦，你说你那时代就为那 ，Toys of Never， 我也也跟你说 ，Hold me close， never let me go， hold me close， like my heart and hurts no， 我这还点鼓哦。对吼，迄阵吼，我无遐想啊。讲对世界吼，你知美国文化全落全世界，所向披靡。我咧时代，我咧时代，无人唔知美国，无人唔知美国。即个年岁啦，拢知影对无？我也随着伊分开啊吼。Ringo Starr 吼，啊过来，牛奶佬吼 ，Paul McCartney 吼 ，George Harrison 吼，这不可能的。啊，不然你各自分家产去。啊，再来什么啊？再来 ，Elvis Presley， 猫还是猫？但是我听安样，我看你几多听听歌样吼，以前我较常会做老音歌，老音歌是做 fashion 的物件啦。以前拢听听歌，讲五六音带呢，那是革命性的呢。把他们变成录音带，不用淘汰啊。以前我是开始把这录那个听歌哦，专注听，我叫听。应该听哦，我内面吼，迄个英语专辑歌有200首，日本歌有200首，台语歌200首，啊，迄个闽南语、华语歌200首。啊，我伫遐做啥？做啥？做，刚才我在恁讲尔，我伫遐咧做录制啦，咧录制。啊，那落用迄二十台吼，用台录音机，啊，落到旁边在录，啊，就即嘛，伊家旁边在拍片，知道未？安尼，迄落是土话恁讲啦。但是我即卖吼，也会记，也会记咧未做迄个乐团咧，因为我听嘛，迄个时阵他，伊第一集吼是世界红鸟啊，啊第二集就是一个专门咧唱十四个歌的 Ray Collins， 哇 ，Ray Collins， 啊 ，Where My Love， 哇，Ray Collins， 啊，过来第三，我也爱听吼，第三就是 Simon and the Garfunkel，Travel on the Water，The Water， The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啊 ，Air Can Do Pass 哦，我那边听歌快的，哦，过来，哎，这就像那款，我嘛在那行，跟着，咱记住这个中学文化冲，本来初中嘛是跟初中，无人去听人家播的歌，干嘛做熟人呢？我刚刚我们是到高中才开始爱唱这歌的，啊，我拢无去做熟人，拢无去做熟人，这样子，我是安怎才开始讲奇怪，啊，我明明都。我以前我不说方言的，我不说方言，我跟你两人说方言的，我跟你讲这样的，我想我一直在想，很奇怪，我想袂晓是安怎咱拢买个台话安尼啦，我感觉咱袂可能看在 low class 吼，啊你啊我少年时代就是要去，我二十几岁啊我就写一个剧本，专门电影的编剧，还当会中文的。啊！底下是，还是太子，还是以前几多谈哦？我先看在我那个时代吼，那大学毕业，我那个时代大学毕业，去到社会是5万块起跳，五万块起跳呢？40年前呢？你可以说吗？真的嘞，大学毕业，现在都是5万块起跳，那时候5万块现在吓死你，那时候我学一个新闻咋办？我一天可以去上课，你就比我的经验跟成熟去上课，能够获得翻倍啊！两个月就搞成熟翻倍啊！那个时代是这样的，那是这个时代啊！你这个文化冲击下，不要问你啊，唔知安怎啦？说实在，一寡美岛遐人是较早阿美岛，我实在因啊，我就开始讲，哎，你来讲话较快，我无同款，我以前在遐李总家啦，老总家。以前在都上面去了，都哦，现在，以前那里，因为我们同学啊，大家同学
真心，你跟老人讲呀哈，前天讲呀哈，谢谢你。你做我大学的同学，我在我人家说话，你听讲，听伊讲话啦，他听你哩说，你还讲话啦。我都想，你讲完那刀，赶快拿来啦。我真大矛盾，啊，再来我大学时代这个文化中文系。我同你，我听过中文系，我什么都未晓，但是我是中文教的，我对语言、生命学、文字学，我属爱好，我听熟个。啊，我以前我学过，我那阵教我都未晓，用起，那个符号用字母，符号用符号，那符号用，你刚才我什么滚过来的吼，啊，我从这个用咩字写好啊，对吧？用符号就好啊，我就晓个代入啦。我说我台湾真好，我想讲奇怪，这个考试咁难，我讲福州好难哦。一世人吼，五千个拢袂晓用符号，因为在乐谱嘛，或者大林家说，伊就是用用汉，啊上海哩到大林乐谱哦，伊拢无加数字化的观念啦。人真早就拢，啊，拢无做做简单哩，个反正做，一二三拢做，就会做第二个，因没有符号化的观念。你若无符号化的观念，所有学术拢袂好。所以我等下好开始，我就了解讲用符号，你爱讲符号哇。甲符号化，然后我就开始啊，感觉讲我需要吼啊，爱找家己路啦。诶，迄个经由，比如说事情发生了后，啊，因为我是迄间我是无去，但是因为我甲张先生关系嘛上了，啊，然后我想讲，诶，这无啥，事实无啥，我算啦，我有机会去美国读书，我当然我都做去，我读去做安尼，啊，其他暂时来讲。莎士比亚，威廉莎士比亚，讲四百多年前讲，因遐个人讲，无咧写英文啦，因遐个人讲英语无唔对，但是因书记，底下文都是写法文，哦，你拢应该拢大部分知影，是底下文都写法文，啊，若学生个有拉丁文，还是讲希腊文，但是英语有咧讲无咧写，但是嘛共款，但是有咧讲无咧写无，共款，我则记得讲，太奇怪了，就是几百块钱一个钱嘛。我是讲，安尼啦，我学戏个了，我应该等下用台语来写剧本，啊，演吼，会晓看人听。啊，当下啊，我用台语嘛，你啦，嘛是你啦，啊，上帝保佑，因为我根本懂我读书，所以叫人管，叫人管，是啊。一大年的时间，我伫遐去开始，因为你做你方，你换一个头脑思考就困难嘞。我一个思想语言，你我就用北京话是思想的，我要用台语，用英语，用日语，这个很困难，转换不遐简单啦。加在我遐也无人甲教了，后来开始咧想，我变爱甲闽南人放袂平吼。啊，真好运，我做甲半夜时觉到都好，吼，人叫徐朝德。你家己办嘛，啊！其他同学，你创一个台湾字嘛，你家己咧发表一个台湾字嘛。啊！伊，我喺你个人嘛，语法较高，啊！伊就咧问我，哦，啊！两个吼，个个蔡友全，伊是博士啦，是传道师啦，伊晓罗马字表字啦。我嘛就好啊，我就开始，然后用拼音就好啊，你免写嘴汉字啊。哦，我就讲啊，我就用拼音，你就地方写你个罗马字个写，用拼音文字就好啊。哦，我就拼音开始。我后来就开始创作剧本啦，开始创作剧本。然后等于讲，安尼，哦，我开始要来用台语书写，哦，这是一个过程啦吼。啊，我要写啥？我写咱台湾人吼，台湾人，我专门讲台湾文化，哦，我是安尼，因为我感觉咧过去，我所经历时代所经过，因为我遐较封闭，较压抑啦，所以吼，一挂迄个，迄现代文明还是讲迄个当年遮较无。他都破来清了，所以我有看了一句是讲很凶。我这个喜欢的干了无限赶快，我那个我做个什么喜欢干了无限赶快。啊，我就讲哎，这个物件应该爱个下来，做个一下来。我就好，啊无我咧，我头开始弄些新啦，你试下底吼，啊，因为迄老表有罗马字吼，人不知道要给你看啦，没有电话表啦。那时候你写用这个罗马字没有电话表了，除了教育公报了，哎，输完两十年了。不要说后备赛，我做个伙呢，我随便讲，咱来用一份台语杂志，哦，啊你讲出，你讲出一千块，你个月，好，你都，哦，啊，
找了三四个朋友，啊，就成立一个台湾文化杂志，哦，哎，关键我拿到我来写这个，我来写小说，开始写小说，写个这个小说，哦，我今年写小说，我就讲，咱台语文吼，当然我是做个台式啦，哦，世界即所谓应该读的世界名著，我拢读，我拢读起，读过也都读过，难了，我都透过有字典，哦，透过英文字典。连迄个我看有诶，看文章文，我嘛是透过文字去读看卖啊，读较清楚。诶，普鲁斯特诶，最世界文化吼，我中文版读一届吼，读到第六本就无读啊。过来我英文版，读到第四本我无读，搁无读着。过来我今天法文版，搁咧读三本，安尼变变，哇，读袂落，读袂落。啊，但是我希望讲，你去了解。差异性多伊啦，日本我无想日本教育哦，无日本，但是我头先，伊就我囡仔时代有一个来讲日本话嘛，迄是我大人来讲，我是了解一寡事尔，但是我嘛是透过日本字典去读，哦，陈仁康一个作品，我是想讲，我是咧，因为我讲咱台语作品是要怎写嘛，咱台语文学是要写嘛，所以我做过一个试验了，我确定讲，好，我卖草片安怎写，咱台语安怎就安怎写。妈妈，我一定会那个哈啊，一定会信那个后人的那五节规则嘛。完了，两个厂，俺都到那个下，反正刚才老婆让你下台去问他了，那是新的嘛。所以我在下，我起码我讲还行，我是讲对家人说明讲，下面这个台语问他，以前老人在，我做好，我家这个林先生结婚时候是哦，有搞外租嘛，就叫有声书哦，而且这句话你对下的，我看到。空间文化嘛，伫个顶世纪末时，我因为我做爱听歌，我做对戏，迄个音乐还佫一个册，我就去台大对面听，我伫较早就有咧听台湾正教，我就去面遐做一个听先，啊叫做早分甲听，早分就是讲甲你同款啦，拢是土语啦，会才来啦，哦，叫做早分啦，啊呐，来了我朋友啦，会来了我朋友啦，来了我朋友，啊我刚刚一听听倒来遐，也是咱老顾客。你个 PC 啦吼，本身好操控啦吼，你不能讲本身那项本身用好操控个 PC 吼，我提在 PC 个多阿点，是啊，阿朋友就拢来点交流，阮只干部就无共款，阮只来人吼，拢有识，拢会识讲话啦，唔是讲即个就大家人讲，哦，我讲写咁就，我讲哎，阿你计我识晒，大家晓得，所以真济人爱，啊，我伫遐，哎，个查无交钱啊，伊啊，怎么加足个时间，加足个历史。就是咁样炒作，因为我是讲，比较我台湾的经验、经济吼，还是讲咱的价值观啊，变换出来，啊，所以我需要用钞票买来做咩？啊，咱是我是讲从小我看一个，哦，这个小说是安怎写，我还是你清楚。啊，无咱即摆先来看，咱来看一个，无你无来到我咧讲，叫你叫台语文学吼。这样就方便的话，就稍微调整一下，看一下这个。这个文字哈，有些是干嘛？你看这个吼，啊，这是台汉字加台罗马字。
为了原本客运的桥头，第一五人，要行十五分钟久，就会看到一条船。原叠伊啊船人，像做大轮，这条轮一直叠伊啊，要去桥头的中途，几条轮占无一家地，宽度嘛差不多500公分，三人宽的宽，比这个边洋算是较兴北的地标。做事人爱强硬，有路用的土地，也就唔敢放伊旁边。本地产花，人会当当啊，佫用走的。即嘛，下家连通手行路，都惊会跌落去田底。产花相平的人，拢会想要加入一亩地块地出来。我总会讲。烧牛不春，烧抢无分。为产花的一跨变迁，就通知影。亲像即款个性的真卡人，咱会放一粒轮仔伫遐用。伊附近的产园，算台湾著名的七村，一家都拢十外挂，好就真笨。伊中午。咱有这粒刷一个轮啊，地质学上检测有较合理的解说。关键，干那拿头甲关针，佮有挂人命杂草，阵呢就生袂出来。若毋是安尼，我想起经过这几千百年来，轮啊早就无出世人，下做平地破产啦。讲是安尼。轮仔边，要是有一块叶仔较平的，有人摕去做建土头的利用。做囡仔时代，我感觉轮仔真悬，当年的清明，阮规家伙啊。拢有去陪伴，我有时啊，地买袂起，奶奶爱隔壁阿姊啊，甲晚安，拍地脚掌听，凭查某囡仔会爬个头前面，变作我逐年去陪伴的意愿。我的祖母毋是伫大轮，是伫五南。另外一块桥下坡，这块才是阮曾爷爷公有房地。大轮是住过年丢了教会县道的祖母，伊的墓起着了较水，有挂艺术的字迹，无卡输轮顶一座公墓。比起来，阮曾回县道的墓较阴，惊人惊人。头一个姓李，迄个时代是兵波汉淮危机，老婆还是真亏。阮阿太是真欠卡的查甫，有传统，病波女性的物件，姓李的过身未满期，就要嫁阮查甫做太。为着安尼，阮阿太过身。唔知要甲啥来做伙，煞变做两世冤家扭结事端。尾啊，规身甲阿太来伫大轮，两个翁婿拢几百年孤单困伫阴湿的窗仔铺。阮爸公嘛煞着过两个所在，我常在咧想。我那太见两个翁，
高兴，做无一个会当整理心机。人话讲，坐囝过死皮，敢未使讲坐翁过骨地？孤骨都有两个意思，孤单一骨，甲孤单拢会使。我拍你的囡仔时代，钱是上悬的价值，万行拢讲钱。然后去倒买你去搞要钱，捡钱啊，捡闲钱换钱，海胆古色，拢通换钱换袂过过。我读二年时，听讲有一种煞病，得一只囝尔。一只憨公有人收过家己，一种病，唱着山来，闽南气骨，扛住着掠着，个憨公有同学，一下补着掠十外只，下尾食十颗。一时的工价，我若把你家人收草，一补只六颗尔，我咧考虑啊，单单大轮有山，你个同学。比较是一段量，一天半二时，天晚啊，较清爽，就我去大轮掠山。天晚因兜是顶好教会落教的，清爽因兜伫过年开一间汉牛房，是我国民学校的读册馆。常常讲，币是汉药真补的物件，纸币大概也是人买买去食补的。听闻讲，因的祖王边捌看过有纸币，本来一人拿几只，对咱合岁几铺，也安那称地上先锋号，大家阿甲看。我去到饭店，讨一个暗算的底币的澳铜公啊，讲是讨。实在是探头底无注意，阿哩体。就时间来讲，是弄到家吼，啊，好，这个外汇，那个这个技术吼。谢谢明仁老师。很多想法了，那就现在就直接把时间交给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来讲的。奈何？好，学长，奈何？奈何？这是阿美族的问候语。刚才前面有一位是我的家里的老板啊，我的老婆啊，她是泰雅族，她刚讲的是泰雅族话。好，你好。可以不要讲话吗？好，我去打屁股。好啊。就今天主要是来做一些分享，那也有参与了一些顾问照的工作，那当中看到了一些事情，然后自己有一些想法。那今天的题目看起来蛮严肃的，文化建构的想象。但是我相信在座有很多的蛮应该是也是学者专家也在里头。那我做的分享呢，也许有不一样的想法或补充，希望能够一起来互相分享一下。那后面有几位讲座路过、经过，然后单身两个，我不要骗了啊！我路过我都是去 C 的吹冷气、翻杂志啊，不会来这个地方啊。所以一定是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和一些你想要了解的东西，才会激发你进入这个地方。那待会欢迎。哦，我也许讲的不是很多，那纯粹分享。但是如果说有激发什么样的想法的话，我觉得互动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有时候我漏掉什么东西，哦，帮我一下，哦，把我一些我没有讲的，那我也可以在你们的提问当中，你们挖出来。那前面讲到老师讲了很多是语言这个东西，我觉得语言真的是很重要。哦，也是做我刚开始研究所在念淡江建筑的时候，那时候跟老师做一些社区营造的案子。然后那时候我们有辅导一些地方社区，就弄跑到嘉义去。我从小
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我到都会那个在都会地区长大。那小时候搬到淡水去，在那个地方也开始，因为淡水那个地方都是讲台语比较多。哦，你看我开车的时候，老公喜欢一个平常闷闷的，什么开车一生气跟骂人的话一堆，啊，就是小时候学。啊，可是呢，小时候我那个时候的电视有那个叫什么什么布袋戏，嗯，旧台语片，啊，苏亚文有没有？以前的那个布袋戏那个时候啊。不小心透露年纪，我那时候我的闽南语台语是那时候学的，哦，问题是我到了嘉义，那时候是大埔还是什么地方？哦，结果那边有老人家来跟我聊天，因为到社区去嘛，做一些辅导，哎，他们感动，说啊，笑脸拿来到刚刚那我，就他开始跟我聊天的时候，我居然听不懂，哦，其实台语好像各个地方也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口音啊，或者一些习惯名字，那更何况是台湾原住民族。哦，它不是一个族，它不是一个族。请问有谁知道台湾原住民族目前官方认定的有几族？十九吗？官方认定的？官方认定的？哦，十六族。哦，那个九族文化村。啊，什么嘛，是不止啦。他说，那每次都有一些新跑出来，我每年都要改。有哪十六组？哦，他知道的，人数最多的。我知道很多人来这边听，觉得哎，原住民呢，就一来看，这个原住民一点不像翻译成那么帅。那边是什么族的？阿美族。哦，阿美族。那个徐若瑄什么族？泰雅族。然后那个梁文英。主要是卢凯族，哦，我们还有台湾族、屏东，哦，中央山脉的周族跟布农族，然后北部呢，哦，被塞夏，还有一个塞夏族，哦，被泰雅族包围的嘛。那整个过去日本时代调查的这个泛泰雅族，后来有独立出来的有两族，哦，塞德克跟泰鲁格，哦，我们都看过那个塞德克巴兰嘛，塞贾巴赖。这个人叫姓塞哦，哦不是，哦塞德克是他的这个族群的自称，哦是塞德克，就是人的意思，不是人，他自称叫塞德克。马来是真正的，什么叫做真正的塞德克？哦，那个电影没有交代。你要成为真正的人，一定有他的一些，他的这个族群的传统的一些过程。然后呢，还有哪几族？哦，后来我们的这个这个周族。在高雄地区，以前过去冠称叫南州，哦，南州它其实有两个部落，它后来也独立出来，一个叫甘纳甘纳布，哦，一个叫萨拉布瓦，哦，因为他们服装穿的是一样，但是语言不一样，不尽相同，哦，他们自己独立出来，说我是不同的族群，哦，还有哪几种？后来以前被因为居住的环境在花莲地区，哦，但是传统然后语言也是不一样的，哦，过去被称为阿美族，他们自己也独立出来，一个是。马兰，啊，哦，马兰有一部分人过去历史关系搬到花莲地区，哦，但是有一部分的人，哦，自己的族人家人是在宜兰，哦，他们彼此有认同，只是过去因为过去有一部分的人是归在阿美族，所以他们本身有原住民身份，哦，只是那些没有过去没有被赋予原住民身份的人，在未来的追求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庇护族群，哦，在追求这个认定的时候，他们也在努力当中。还有一个叫做萨基拉雅。过去被认为是阿美族，那我们都知道那个核废，丢在一个岛上面，过去叫做什么族？雅美族，但是他们现在很多在自称叫达悟族，哦，雅也是人的意思，自称人的意思。那阿美族呢？阿美族其实花莲地区的，他们也比较惯称自己叫邦扎，不是叫阿美斯，但是我们因为我是东部的阿美族，过去就习惯叫做阿美斯。但是我们其实内部并没有为此做了很大的争执，就是反正就是各自，一个阿美，各自去解释，但是彼此没有冲突，彼此没有冲突，这样绑架阿美事情我们都知道，都是自己人，我那边落掉什么？阿美什么族？阿美族，北南族，但是卑南族，其实卑南是一个部落，哦，这个族群里面有个卑南部落，
哦，他们其实现在也在想要自己证明，哦，比较难念，有时候会舌头打结，我想一下 ，binu yu ma yan， binu yu ma yan， 说这个如果用汉字怎么翻译？哦，但是大家还是习惯讲卑南族，啊，卑南族为什么漏掉哪些？我看一下，发展了。哦，边牧族群现在还在追求，哦，争取证明，哦，跟身份的认定。那这个附近，民间有很多组织在自己在做很多的调查，那也跟官方，那官方都有一些态度或一些什么原因，我，哦，现在还在处理当中。那讲这么多，大家对于原住民的文化到底认识有多少？什么叫做原住民的文化？你想象中你认识过去听到的？原住民文化是什么？啊，是什么？祭典，丰年祭，对不对？祭典，还有什么？很会唱歌跳舞。你从那个电视里面看到的很多都是原住民，有原住民血统的，啊，有些可能后来才愿意承认。小猪也是，啊，还有谁？很多啊，还有什么？服装、服饰。有没有看他们穿的什么啊？这是原住民的文化。还有什么？一些手工艺、工艺雕刻、编织等等的，啊，所以他印象中对原住民文化这件事情，你的认识跟理解是什么？啊，有时候我们带人家去一些地方，啊，或者是比如说有很多国际的什么的来台湾，我们让他认识看一下。了解一下什么叫做原住民的文化，或者我们到某些地方也要想要做所谓的体验原住民族文化这件事情的时候，通常是怎么去呈现？我们看到的会是什么？我们就是刚才讲的那几个，跳歌、跳舞，不是跳歌，唱歌跳舞，对不对？穿着传统服唱歌跳舞给你看。但是呢，我们有很多的传统的一些歌谣。传统的舞步都是跟我们的祭典有关，传统的祭典有关，特别是阿美族，啊，因为阿美族的祭典就是整个部落在一起，然后有些部落是祭典一来就整个七天七夜，啊，整个在那边唱歌跳舞，唱传统的歌谣祭祀，啊，但是它被当成是表演来看待。但是我要问各位，当有国际的什么样的人来到台湾的时候，我想要认识体验一下台湾的文化是什么的时候，你会不会就背着那个妈祖跑到面前跳给他看？不会，对不对？那是信仰的东西，宗教的东西。但是为什么原住民的文化却反而被当作是怎么讲？我觉得被当成是一个表演的一环。那难道原住民的文化只有这个样子吗？哦，只有这个样子吗？那我们再回头想想，到底什么叫做文化？我在座有几位是老师，但是我在想，可能我自己也怕讲不好，不是用那种学术解释文化是什么，那最简单的文化是什么？最简单，不是最简单啊，文化怎么来的？文化应该是从我们的生活而来的，对不对？为什么会有这个文化？在历史当中，我们的生活模式滚动的过程当中，衍生了很多的事情。整体来讲，就是文化。基本上，文化应该跟生活是不能脱离的。哦，我一直以来都在想这个事情，文化跟生活的这些事情。那啊，因为我本身也是那个台湾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的监察人。我在2013年的时候加入他们团队，然后开始我们在制定一些规范，要承接就是现在的原民台。哦，以前原民台是原会发包，哦，给东森承办过，后来给公共电视承办过。那现在是呢，由原住民族文化基金会，哦，因为法规的关系，所以我们就由这个基金会承接回来，由基金会来营运这个电视台。但是呢，我们在电视台里面就有很多的讨论跟。争执不能讲争执啊，一些观念上的一些争议在那边做讨论。啊，原住民，我们知道这几年常常电视媒体上看到原住民什么
么又上街头了？怎么又上新闻了？还又抗议了？到底是什么事情？但是呢，因为我们对很多社会议题、原住民的部落的问题，在做抗争跟批判的时候呢，谁会是我们所批判的对象？常常会是我们的政治人物，常常会是我们的政府单位。但是呢，我们的电视台跟基金会呢，它的经费从哪里来？是政府部门捐助。那政府部门的经费由谁来监督？立法委员。那立法委员当他看到原民台在对他有所批判的时候呢，他会做什么动作？咨询的时候就把这个电视台、把这基金会骂得要死，冻结你们的预算，哇哇哇讲了很多。那以至于我们在针对这个电视台的，特别是新闻报道这部分呢，就他开始想说，到底我们台的定位应该是什么？我们这个台的定位应该是什么？哎呀，就是宣传原住民的文化呀，传承原住民的文化呀。我们靠电视怎么去传承文化？宣传无可厚非，但是你要宣传的是什么事情？我们要让一般社会认识台湾原住民族的文化。那我就跟他们讨论说，到底什么叫做文化？难道是前面讲的那个部分，祭典、唱歌、跳舞、表演、服装、艺术家雕刻给你看，编织成品给你看吗？这叫做文化吗？好，文化应该是什么？文化跟生活有关，对不对？但是我们生活在什么地方？台湾的原住民族，各族各部落的族人，本来是生活在什么地方？生活在一片土地上面，他的部落的这个土地上面，对不对？他要有先有一块土地，让他在这个地方去生活生存。但是生活呢？有点关系。这个土地又跟环境有关系，对不对？这个土地不是到一片土平坦的，不是，它有植物，有动物，有各项的资源，有山川，有海洋，整个环境，土地是包含这些事情的。但是，在这里头生活的人怎么去应用这个土地，怎么去应用这个环境，以及他怎么去界定这个部落跟这个部落之间的关系，又有所谓的领域之分。那领域就扯到很多的事情，过去的台湾，在早先的这个原住民族的时代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战国时代。我们常看那个汉朝的那个战国《三国志》，看到日本的什么织田信长的战国时代，台湾早期的部落之间其实就是一个战国时代。每个部落都是主体，都是自己的独立的国家。彼此对自己的领域、对资源的应用，彼此有一些事情发生，在这个发生的过程当中，就会产生很多事情。用信仰去看待这个事情，用一些社会制度去看待这个事情。那我自己部落怎么整合去维护我的权益这件事情，它就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它有很多的一些事情累积在这个里头。那么，再是这些事情发生在什么时间？不是在发生这两年，对不对？不是发生在这两年，它是在台湾这个千百年历史里头就发生了这些事情，所以历史也是在这片土地里面成为我们的文化的一环。再说历史也是文化的一环，那么再是历史我们要怎么去看待这个历史？谁来诠释这个历史？谁来诠释你的历史？就会有诠释权的问题，又有主权的问题。阿美主权是来讲我自己的历史，你讲你的历史，到底是由谁来诠释这个历史？所以由这个诠释权有这个主体性发生的时候，那绝对不是只有单纯的那种表演啊什么这种事情而已。你要谈文化，有这么多的层面。有这么多的层面发生，所以你原民台在讲所谓的原住民文化要让大家认识的时候，你不能只有介绍前面，把前面讲的几个零碎表象的项目，对不对？连这个族群的历史发生过的事情，都应该要让台湾社会的人知道跟认识，原来台湾这片土地上面有发生这么多事情，
而不是将原住民的历史跟文化放在我们的历史课本的第一章，然后跟那个史前时代什么放在一起，第一章讲完之后就没有了。你现在的课本是这样子吗？我那个年代的时候是这个样子，我那个年代的时候是这样子去介绍原住民的。所以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发生了这么多事情，这么多的族群在这个里头，包含以前的时代到现在当代，有这么丰富的族群，有这么多不同的文化存在台湾的时候，到底台湾的社会对台湾自己这个土地上的文化到底认识多少？所以我们现在的课纲微调，我只是希望它能够微调过去黑箱作用，希望它再微调回来，恢复到我们本来那个样子而已。那是很卑微的要求。那我们希望是有更多更丰富的过去的历史，包含原住民族过去在这个台湾发生的这个历史，都应该要在我们的这个课本里头，让台湾的民众了解认识到，这个才是比较充分、比较有内涵、比较有历史性的这个台湾的文化在这个里头。我是台湾原住民，老婆虽然在我高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的女朋友，他说，以前那时候还原住民是几年那时候还没改，我说台湾有山地人哦，我还以为没有人呢。我从小就是家族，就是我自己安排。过年的时候，那丰年祭祭典的同学要走回去，聚会的时候，宗亲会大家族在那个地方。但是没想到，我以前认识的同学，我的朋友们居然不认识。那现在呢？可能因为很多的因素，包括我们的一些演艺人员。大方的表明我自己是原住民的时候呢，可是我们对原住民的认识又有多少？对原住民的那个印象跟认知又有多少？你最近这几年我们在参与很多的原住民的这个很多议题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常常发现，有时候一个媒体报道一个事件的时候，在那个现在很喜欢报道新闻之后呢，一篇报道，下面就开放留言，有没有？下面很多把原住民骂的。很难听的非常多，有很多是怎么来的呢？有很多现象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最常听到就是原住民补助那么多，要什么东西又有加分，一加分的怎样怎样的，那些补助是怎样怎样的，好像原住民不满足不知足贪婪。但是呢，大家对于原住民族当今的这个现象的这个脉络跟台湾的这个历史到底认识多少？没有。我们常讲说不要那些付出，不要那些事情，我们希望的是还给我们真正的这个历史跟土地的这个供应。最近我们针对一些法案在立法院那边做一些抗衡的时候，我就可以清楚感觉到，土地被当成是一项资源，我常讲那个利益集团可能包含政府机构，包含一些财团，包含一些开发者，利益集团不愿意放开这个利益，放给原住民族。但是呢，我们还没有谈到这些权利的时候呢，我们先要求的是，你到底应该要先还给我们历史真相。我们常常讲台湾要和解，要怎么和解？真相要出来才有办法和解。真相出来之后呢，我们大家一起去面对这个真相，共赴这个历史之后呢，我们一起去负担我们的未来。但是当我们的这个历史不清楚的时候呢，我是被污名化的，我仍然是社会的底层的时候，我要怎么跟你和解？我永远都是处在那个抗争的角色。但是这个部分，普遍社会对台湾民族不认识这个区块，只认识几族。我们课本里面有讲，小朋友啊，我们有几族在台湾，但是我们是什么？就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即便是如此，
常常在应用的时候，像外交部带年轻人到国际去做一些交流串联的时候，找了很多大学生训练表演，就那种用原住民的元素，服装是乱穿的，唱的歌是乱唱的，牵的手也是乱牵的。看了之后呢，批判的骂呀，我居然他们还回应说，哎，你们也要跟我们讲啊，他居然跟我们说你要跟我们讲。哦，所以这么多的这个现象，我们要 去思考台湾的文化。我们刚刚讲强势的从国民政府来台之后呢，哦，对这个历史文化的这个诠释跟教育，我们当然需要它能够翻正。哦，我们不是像最近新闻讲的，哦，我们的那个朱朱姐，我想说，哎，以前调的根本不够啊，还是微调而已啊。以前都是台独的这些人在调啊，为什么不去讲他们？各位，过去所调的不是要去偏差跟误导，过去所调的是要去强调那个真相是什么。同样，我们现在争取的台湾原住民族的很多权益的问题，我们也是希望台湾社会能够认识台湾原住民族在历史过程当中所面临的一些事情。当然，我们不能排除说土地全部都是原住民要回来。啊，这些非原住民通通滚回大陆去，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很多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邻里都是，但是我们要的是那个真相，那个历史，然后我们怎么共同生存在这个台湾，应该是在这个平台之后呢，在这个历史的这个正义之下呢，我们一起来讨论怎么共荣共处在这块土地上面。所以我要讲文化的东西。并不是要讲什么文化的理论啊，那个我也没办法讲得很清楚。但是就我所参与的事情，我所看到的就是如此。讲前面讲那么多东西，回归到一个就是生活，不只是原住民，整个台湾社会也是一样。我常常觉得说，我们的政府在推动什么事情，就毁了什么事情。政府推动社区营造。社区营造就惨了，经费少下去。过去的社造是什么？社区的居民一起来参与社区的事情，大家一起去做一些议题上的处理嘛。哦，因为我有共识，我的社区发生了问题，希望能够去改变它，大家一起来，我们一起来做这个事情。但是当今天政府把资源经费投下去的时候呢，就开始有在想，那个钱为什么是你拿出？那个钱怎么？花一花好像还有剩下，跑去哪里？但是我也看到有很多的社区的干部做得很辛苦，自掏腰包，但是呢，却要背负这么多的疑问。做了之后呢，身败名裂，好不好？村长做了之后呢，那下次选不上。就是政府资源投注之后呢，反而让我们很多事情反而坏了这个事情。那讲到文创，开始推文创。就我们台湾的文创就开始，这个方向都不一样了。好，为什么要做文创？文创又跟商业有很大的关系。好，大家希望能够提振经济啊，什么，所以要从文创开始着手啊。我要讲一大堆这个东西，政策性的原因。可是我们看一看，比如说我前一阵子有看到一些日本的一些影片啊，一些歌舞啊，一些音乐表演啊。知道日本有很多他们传统的元素，在他们的表演艺术里面，不但是拿来做元素，它甚至有很多的创意多元的结合。但是他们有没有特别强调这个叫做文创？没有，他们是在他们生活里面就有这个文化的使用之后呢，当他要创意做一个创意的时候呢，就在生活里面的元素直接拿来用。你知道那个五味琴？现代的那个吉他鼓结合起来做一个表演，在座有没有很喜欢看那个卡曼的？有没有？有很多那个卡曼，有时候是卡曼有很多的那个很多很创意的故事，都是从他们的文化发展。哎，那个时空那个服装不是传统的，但是看一看就是非常具有日本的风格。请问他们会强调那个叫做文创吗？这是他们在生活里面看到的，从生活里面去拿到的。但是台湾呢，我们做文创之后呢，举个例子，就最常看到就是那个花布，客家花布，花布做了很多东西，
客家，你们平常里面不晓得在做了，这样讲会得罪客家族群的朋友们。你平常那个花布这样子穿吗？你会去用它吗？你有经常在去使用它吗？有多少比例在使用这个东西？我们有很多拿的东西，拿的这些东西都只是一些符号性的东西。那姑且不论这个符号到底对不对，难道花布只有客家在用吗？好，阿美族的那个传统的服饰里面，像那个女性的那个几片裙里面，有些布料就是花布，那是后来是因为后来时代以前像自己编织的，后来时代有很多的布料之后呢，觉得它漂亮也方便，我就用现代的材料去缝制。所以阿美族的传统服饰，特别是妇女，有些布料布块看得出来是花布。所以台湾在很刻意要去强调这个文创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你怎么去拿那个元素？他开始思考，到底台湾文化有什么？我要做文创，因为我要创作，所以要找一些元素。这个元素在哪里？就开始花脑筋，花了很大的力气去找一些东西，想要去集一些创作出来。但是自己的生活呢？当国外的人来到台湾，他看到台湾的人民的生活的样态是什么？那个文化样貌是什么？除了看到那些代表性的建筑啊、宗教信仰啊什么的东西之外，我们生活呈现的是什么？有时候讲说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什么？人啊，人的个性就是这样嘛。像我们在运动界常讲的啊，那个某一国的那个运动精神很糟糕，就在，对不对？这种精神的层面就是文化的一个层面。所以，我不是要能够讲说台湾到底是什么是台湾的文化这个事情，而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我们的生活到底跟我们的文化有没有什么关系。当我们没有去思考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再讲文创的时候呢，它是断裂的，没有根基的。而且，当你创作出来的时候，它是没有可持续性的，因为你不会去用它，你只会把它摆在柜台上面标价，希望卖出去。但是你没有去用它，那台湾原住民族也是面临这些状况，讲文化传承这些事情。但是呢，刚强调文化、土地、资源、领域、历史什么的，目前台湾原住民族所遭遇的状况就是，开始，不要讲开始，已经好多年都在想要把它从这些元素当中抽离出来。特别是土地，从土地开始，土地跟资源，土地跟历史。前一阵子我们跟少族做一些抗争的时候，那个什么象山 BOT 的那个环评撤掉了，大家很高兴，终于撤掉了。可是我在想财团，那个港资的财团跟那个象山风景管理区，搞不好还在延上，我要怎么去提复，怎么去提升复，或接下来我要怎么？那这个案例呢，有没有办法套用在我们谈了这么多年的美丽湾上面？有这么多在开发的地方，都是在原住民族的土地领域里头，我们有没有办法去处理它？那我们常常用环保的观念去看待的时候呢，其实大家很少去想这个土地跟台湾原住民族的关系。那台湾原住民族目前面临的状况就是正在跟被土地抽离，包含最近的法案啊，土海法啊，原住民族自治暂行条例都是一样。我们去抗议这个自治暂行条例，结果被执政党的原住民立委说：“你们这些人就在阻挡自治，所以你不让这个法案通过。”问题是，他法案叫做自治，但是内涵不是自治啊，他的内涵是要把你抽离自治，抽离那个土地，抽离那个实权。结果我们去阻挡他，反而被污名成为。在阻挡原住民的权，所以这个整个政治氛围、社会氛围是如此。所以我们要讲台湾的文化的时候呢，除了台湾原住民，各个族群都一样，我们到底跟我们生活里面，跟这个文化的关系是什么？来讲文化建国，但是呢，我们的生活里面没有这些文化，或者是说我们并没有了解到我们生活的真正的文化是什么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谈文化历史这个事情？所以我今天只是抛这个想法，那我也欢迎各位能够做一些想法给我做指正，谢谢。谢谢林老师跟吴都老师两位精彩的演讲，谢谢。
简单帮大家两分钟的时间稍微整理一些重点。那梁宏老师其实的演讲，大家说要牵涉到是文化这个东西，牵涉到意识的认知的这个过程，就是特别是说，当我们听到不同的声音，看到不同的语言符号的时候，我们大概就认识到说一个差异存在。那这个差异有可能是对自己的，你可能开始问说，我想我的未来，比如说像我小时候，我们家礼拜天早上都会放文坛哈，文坛来刮，就刮。我那时候的那种感觉，事实上是惊吓的。我蛮小的一段时间是被文夏的声歌声所惊吓，可是，在经过后来蛮长的一段时间的一些自我的认知过程当中，才慢慢把我的所谓的这个族群跟文化这个属性跟文夏的那个声音建立起来。所以就是说，这个文化是帮现在一个意识的问题，如何面对差异，然后认识到说开始追逐我们自己是谁，同时我们也要去认识到说有一群人，他听的声音，他讲的话，他所使用的语言符号就是跟我不一样，我如何去面对他？那常常我们要避免麻烦，我们就常常陷入到一种刻板印象，像刚刚吴老师有讲到说，一想到原住民、阿美族就是丰年祭啊，或干嘛干嘛之类的，甚至到有些原住民们朋友们，他们必须站出来抗议说，拜托了，那就来了，不要再来了，好不好？那所以就是说，这个刻板印象也常常变成是我们是不是去认识到一个跟我们不太一样的一个文化族群的时候的一个很重要必须要突破的一个障碍。那因为刚刚特别是吴哥老师有讲到说，其实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它牵涉到所谓的政治资源、权力的这个抗争的问题，其中还包括说我们自己的历史是不是只能够由官方透过教科书的那种角度来界定。所以这当然牵涉到所谓的一个话语的解释权、抗争的这个问题。那这个当然也是在台湾历史上来讲，也跟转型正义有关的。我想转型正义一般大家有点误解，或者是被某些党派的人把它操作成了就是一个要揭历史疮疤。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子啦，转型正义牵涉到一个历史真相的问题。历史真相不是只是单纯要去说过去发生什么事情，还牵涉到说要未来要怎么样去面对过去，它是一个未来。那可能有些真相还没有出现，我们要继续追溯。所以转型正义这个问题，再强调的是，它事实上是进行式，它基本上是要往未来走过去的，不是说只是单纯去想说过去到底真的发生什么事情。好，这个大家就以上我简单帮大家稍微综合整理归纳一下。那我们底下就是我们的 Q&A， 我们开放现场讨论。那各位朋友们要用什么样的语言，要用乃利啊、KV 啊，还是原住民话，我们因为配合今天这样一个演讲的一个属性的，非常欢迎。那我们就先第一轮就先收集三个问题，然后看是要请吴布老师还是林老师来回答，就请说明清楚。那问题请尽量简短，大概就一分钟左右。好，请举手，然后我们的两位小帮手会把麦克风递到你面前。这边一位，然后第二个问题，这边一位，然后第三个问题，这边一位。两位老师好，我想要请问一下关于历史真相的定义，因为历史是一个众说纷纭的东西，然后我们经常看见的历史都是由胜利者所书写的，那所谓的历史真相到底是什么？然后老师，你们会希望就是在呈现上面是希望大家能够看到更多元的观点，还是希望要求有一个所谓的真相？谢谢。第二位是，第二位，我比较想请问是关于语言方面，因为现在要讲文化立国，但是同样我们要建造一个。有点比较相对比较统一的国族认同的话，那要怎么样让各个族群都能够使用自己的语言，但是又能够互相沟通，但是又有认同，但不会被各族的语言的排他性所影响。这个想请问两位老师有什么看法？第三位啊。不用客气，就看哪位先举手。我有两个问题哈，那第一个问题是想请。
请问一下陈老师，就是我刚刚看那个台语文学的部分，它很多都是用拼音的方式来做嘛。那我想知道，就是说在拼音，那有些还是用汉字，它虽然说念那个读音不一样，那我觉得这个做法跟我所知像比方说在粤语香港那边的做法，其实大部分都还是汉字，虽然很多汉字是我不认识的汉字，他们是创造性的。那这两种做法在取材上面有什么思考的？那第二个问题是，另外就是在原住民部分，因为其实我今天很想听到就是我刚刚提到共同建构的部分，因为我觉得各位文化本身，因为大家还是活在这个土地上，就像刚刚您讲的，有一个共同生活，就不管是什么族群，大家到最后还是共同生活，在这边一起共同，那还是有很多东西是大家要共同去遵守的部分。那个部分的制定，当然我们希望既然是多元化，所以每个人不应该有一个绝对的霸权在里面。但在这个部分，如果未来有一天真的大家坐下来都平等的谈这件事情的时候，您认为原住民或者是更精确的说阿美族好了，在整个共同生活的制度的建立上，阿美族会提供一个什么样的，觉得我们有个很好的部分可以提供给其他族群来做参考？谢谢。现在用你听得比较懂的话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哈。所谓历史哈，我们的对历史的了解都很刻板，历史的史观哈，我们在某种历史里面看不到唐代的人他穿什么衣服，吃什么，想什么。那历史，我们的历史只是政治的史，统治者的政治史，并没有看到生活。历史不是这样的。你阿妈可能给你当旧相片啊，这个你爸爸去当兵的时候怎么样，可以讲一大堆你的家史，那就是历史。我们的生活里面，因为我们的历史的写作者都是这个朝代结束以后，下个朝代来帮他写历史，然后他会筹划下个朝代等等的，都会捏造哦。所以历史哈啊，历史学者有很多不同的观念啊。这个啊，你如果有读历史的人都会知道，有不同的历史观念、史观的问题啊。就是啊，但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啊，通常哈，统治者哈啊，他为了他的巩固他的政权，都会伪造历史。我们现在在乱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不是课纲微调了，不是啊，不是，你根本就不应该用这样的东西来教。他说什么？叫宪法。我告诉你，那个宪法是不存在的。如果那个宪法违背我们的利益，我们不适用的话，那是不存在的。第一个，他立宪法说我们台湾跟他没有关系，里面也没有分享有关台湾的立宪法，那是骗人的。那是骗人的，因为从我小时候，国民党教我说万恶的共匪杀猪拔毛，没有一个教育可以教仇恨的，全世界没有，不允许，我们不允许教导仇恨。可是呢，我们被洗脑了仇恨，教育是要教什么？教你生命怎么样过得好。我们有没有生命教学？没有。你将来要做什么？你有什么特长，发现你，然后怎么样让人过得更好，幸福。我们要的是幸福。可是呢，通常我们的教育从头到尾都是谎言，到现在红手都是谎言，公然说谎，老师们也一样，明明就补习不起来，把书收起来。我们要说不是这样吗？我们所教的东西，就是说你还有用过，除了考试完你都没有用的，教那个没有用的。最有用是什么？是音乐、文学、美术，还有什么体育运动，这是有用的，你一生都用得到的。当然我们要学那些技能，那技能教育那是以后的事情，那最基本观念我们通过到有人教育都是个荒唐的事情，从头到尾就是一个荒唐的事情，到今天还是个荒唐的事情。所以我们
在看，因为我们要找的名义说反黑江湖嘛，反黑江湖嘛，反黑江热水，那是我们在找借口啦。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希望我们运动不要被人家污名化什么的。可是认为那是污名化吗？我们要面对这个问题，我们逃避了。我们逃避了，我们不是你微调了，你的更是不对的啦！你用 K 和客家来指代我们，对，更加不对的啦，更加不对的啦！哎，看到什么？是宪法，那宪法是什么东西？那个宪法写同意后，你同意吗？谁同意了？那后面就更就叫胡扯，胡扯！啊，那我们运动都因为，他是给你下的毒，你们就一定要台独的人。来写课纲吗？他在下的赌，他为什么不是台独人写课纲？你告诉我啊，为什么不是台独人来写课纲？我反问你一句话啊，他现在把你扣住了。那台独是怎么样？每一个人民主主张他的国家是个独立的国家，有什么错？有什么错？我要说，有的国家是个独立的国家，有什么犯了什么错？我告诉你，有什么错误？我们不敢讲，因为这长期被污名化嘛，没有人把对你的国家变成国家嘛，所以我们刚刚喊的国人化成等的哈，对不起，对不起，那都是一种，因为一个族群哦，用族群也好，用文化也好做基础，那是要有国家去推动的。我们的国家，你以后希望人家印象中什么是台湾人？你去说我是台湾人。我看到日本人，我看到韩国人，看到日本人，看到中国人，我不要问他，我知道，你信不信？观光客来，我看到都知道这是中国人，这是日本人，这是韩国人，你信不信？信嘛，那就是代表什么人？我们也要这样吗？台湾人是什么？什么是台湾人？现在有些人可以分的，因为怎么样？因为台湾人共同的族群比较规矩一点，比较没有那么没礼貌，所以人家说阿拉不是阿拉了，好，也会这样讲。但是呢，我们还是要问，我们的文化的文化是一个，跟你讲文化哈，它刚刚那个教授讲非常好，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文化它本身是什么？我跟你讲，文化这个词哦，我在中国人家说文化是有以文化做笑话，文化不是了，文化是日本词的问答的，那是日本最针对英文 culture 这个词，啊，英文是从希腊里 culture 什么？种植嘛，建筑家嘛，南美化嘛，要种东西嘛，这是种植嘛。那个水跟蔬菜不是要窝着靠球吗？就水跟蔬菜啊，对不对？靠球去种建筑家嘛，啊，南美化才建筑家嘛。我跟你讲，人哈、哦、为了能够种东西而活，已经过了几十。刚开始的人不会种东西呢，跟野兽一样觅食呢。靠他只会种东西来吃，那也跟一大步而已。那所以文化哈。也不是说水洗的，有时候我刚刚讲了，我们存在，我们存在，那这样的文化不是正面负面，也不是价值判断的问题。对不起，我讲太多了。啊，第二个哈、哦，关于台湾文字的问题哈、哦，啊，这个问题很好哦。现在我们，我跟你讲一个观念的，汉字是有限的，几百十万字、50万字都是有限的，语言是无限的。无限不能满足，有限不能满足无限，了解吗？所以在以前，很多东方的国家都是用汉字做，日本、朝鲜、韩国、越南，都是汉字国家。可是他们发现说很不方便，一个认识不容易，第二个现代化很难，所以日本人在明治维新的时候开始改革了。不过呢，因为他们为了他们研究古书，所以保留了汉字，然后另外用贴音文字。日本人那时候没有人用罗马语，用罗马字，他们用了这个啊，卡达卡纳跟皮达纳哈，片假名跟假名，然后外来语他们不再翻译，就直接用片假名写出来，都是外来语。哎，他们的本意就用片假名。那这样的话，我们汉字当中都有共识，就用汉字；没有共识，就用贴音文字。这样可以解决任何问题。包括我们的国语也需要双轨，因为我们很多外国东西很奇怪。你说纽约，它是纽约啊，我跟纽约差很远啊。你为什么不说纽约就可以了呢？最好笑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有一个错叫 ask for 的那个 ask for 什么？你发现牛津呐、啊，最离谱的，要 ask 公牛嘛，或者是杜宝金没错，可是这个要是你来做影子比较翻嘛 ，ask for 的 ask for 更好是还有一半英语，一半那个 Cambridge 剑啊，不是桥，还有这样的，我们搞了这东西，不要再这样子。不要再这样，所以我们就把罗马字列出来，我们去补上就好，因为大家都会用 A B C 嘛，所以我用这个字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正常哪个字才是对的，哦，他哪个字才对，那个已经老掉牙了。我的医生朋友，他跟他说，哎，哦，这个配很差，这个配很差，他意思说 ，this patient is very troublesome， 这个患者很麻烦呐、啊。哦，你配，你说这个配很抓，那他怎么写的啊？这个 PA 这个 patient 跟 P 没有关系呀、啊，主要是跟 T I 没有关系，但是他是要用罗马字，这个 PE 很 T I A， 他们现在当然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不只是他一样，我也建议过我们的北京话也要回罗马字系统，以后就不要到底客人就是客还是客？因为有写给克林顿嘛，有写克林顿嘛，那他也就被心刮个心疼了，到底刮林顿还克林顿呢？我哪边干的手机啊？我不得等于讲刮林顿，都不讲克林顿啊？对不对？这个倒是哎，我真所以哦，现代化，而且我电脑化，我们还在过呢，那合成器我不会用的，我都是用老马的书的，我们就开始用了。哎，不然话，因为不然话，它键盘不一样嘛。我们以前用 typewriter 对不对？打字机嘛，那个 A B C 为什么两个？因为我做 paper 的时候都会用typewriter， 那时候我没用电脑，所以呢，位置 A B C 在那里，十个指头都知道。那、啊、你用不用我就找不到它在哪里。谢谢。我尝试做一些回答，我如果讲的不是很清楚的话，我可以再我们再互动一下。哦，我试着回答，就是共同力的建构嘛，这样讲嘛。意思其实你要问的是说，应该是这片土地是大家一起共同要有共同的力量，一起去在这个地方生存，一起经营这块土地。那这个怎么来共同去经营它？当刚才提到很多原住民的权利这件事情的时候，当台湾和原住民传统领域的时候，那可能就跟现代的各项的权利发生冲突。那这个现代的权利呢，当中有包含很多的是公部门的，有公私部门的这个部分。那私部门的呢，有包含个人的权利的问题，有这么多的层面。那我也理解，因为最近我们在看那个原民会从推动一个叫做《原住民土地及海域领域法》的这个法案的时候呢，它已经经过行政院修整之后呢，已经送到立法院。来送到立法院去处理。那这个法里面呢，里面就提到，过去我们在讲传统领域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完整的过去部落在这个地方生活，那生活模式，除了居住的区域之外，它的狩猎，它的什么东西跟它的生活有关系的这个生活范围，那个传统领域的这个概念呢，在这个法里面呢，却是被切割破碎的，因为它排除了私人的土地这件事情。排除了私人的土地这件事情，那我们只是单纯的就这个过去的这个领域的概念去思考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想到开发权，还没有想到说这个土地权属这件事情的时候呢，行政院那边已经先把这个部分切割开了，所以就变成我们在讲传统领域的时候呢，它是破碎的。以前老人家就说传统领域是这样啊，已经政府去认定公告说啊，以前这个部落的传统领域是破碎的，跟过去老人家认知是不一样的事情。那老人家要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我们还没有去谈进一步的事情的时候呢，就已经自我阉割。所以我刚前面讲到那个真历史、那个真相和解跟未来的对话这个部分，未来的对话还没开始展开的时候呢。我们要面对面对话的那个基础是不平等的，是没有真相的。其实我要讲的重点是说，我们要把一些过去的历史、过去的一些事情，大家有清楚的认识跟这个尊重之后呢，我们来
对话，怎么一起在这片土地里面，彼此生存。比如说，我们就有谈到说，我们在讲传统领域的时候呢，绝对会面临到私人土地的这件事情，特别是阿美族，特别是阿美族，花东一带这么多，但是呢，当我们在讲传统领域的时候呢，并没有说我要剥夺你的私人土地啊。我没有说，当我划定这个传统领域之后呢，你私人那个土地我就要征收回来，并没有这件事情。我们的理解就是，你仍然可以拥有你自己的私人土地一些权利啊。我为什么要去剥夺你这样剥夺你的土地？我们没有想到要去剥夺你 的土地的时候呢，但是另外一个人却担心担忧这件事情，担忧这件事情。那再就是我们在讲传统领域的时候呢，特别是我们这几年在推动所谓的原住民族基本法，这些权利的概念，特别是原住民族基本法二十一条的这个部落的族群的统一权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谈的是说，比如说有大的开发案，政府有一些建设，当它要发生在这个族群的传统领域的时候呢，它势必会对这个部落或这个族群造成权益上的极大的影响，像我们讲那个赤铜部落的那个美丽湾饭店这件事情，阿美族的这个传统的生活里面，包含他的祭典记忆，他跟海域之间的关系，今天这个海域是被你饭店所垄断在那个地方的，他跟这个海是被切割的，所以他们去诉求他的传统的权益。那今天我们在南澳的地方要做核废料的放置的时候，政府用公部门的力量，全台湾的权益啊，但是放在人烟稀少，但是他这个生活在这个传统的这个领域里面，他就会主张他的权利。但是我们这么多的这些议题事件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处理到说，当私人土地跟这个部落有什么样冲突的时候，我们要去主张把它收回来，剥夺他的传统他的这个权益，并没有。所以我们要先强调的是，我们要去对这个传统领域，其实就包含这个历史的过程，它的这个真相，或者是说这个调查之后呢，我们先大家有这个基础的认识跟共知，不管未来我们要谈自治或谈什么事情，但是我们有个清楚的、明白的，而且是彼此尊重的这个平台来做对话。我们希望要求的是这件事情，要求的是这件事情。那将来怎么开发？其实不管。不要说跟非原住民族群，其实部落跟部落之间，我刚讲那个台湾也是一个战国时代，部落跟部落之间以前它也有领域上的争议跟冲突。过去曾经参与一些调查，跑到泰安乡去调查所谓的传统领域地图调查，问很多地名老人家，跟我发现每个人讲法都不一样。这也牵涉到那个什么叫什么多元历史真相的这个定义这件事情。每个人的定义绝对会不一样，因为我有不同的观点，我是不同部落的人，我是不同族群的人，我不同世界的人，绝对我看待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的诠释解释是不一样。但是当大家畅所欲言，把彼此的观点去陈述它的时候，同一件事情，不同的角度去陈述它的时候，至少我们知道彼此之间的认知是什么，那么我们就有一个公平的平台，大家来做对话。我们希望促成的是这件事情。目前需要促成的只是这件事情而已，但是连这个基础都没有，就预设性的，让原住民说啊，原住民，正是我们在推动一些权益的时候，就遇到很多这种污名的现象。将来，很多山区不是有很多什么民宿啊，什么开发，原住民划传统领域的时候，那些民宿全部都要拆掉。我们没有做这样的诉求，说要拆掉的最大声的是环保团体，也不是原住民的，对不对？所以这种声音非常多。非常多，当我们在诉求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争取这个我们的传统领域的时候呢，包含来自公部门，你原住民争取到传统领域之后，就会开始滥垦滥伐，开始捕猎，开始做环境生态的破坏。我们也遭遇到太多这样的污名的事情，所以我们希望的是说，去复证这些事情，但是呢，也让我们的部落因为认识认知跟这个土地有更多的认同之后呢。他也要去负担对这块土地的责任。我们也希望我们要在这块土地上要拥有一些责任。但是当我们开始背负这个责任的力量还没有开始发生的时候呢，我们
们现在面临很多，不管是社会的问题、经济的问题，什么很多的问题，原住民族群很多都是在整个社会底层，在那边做挣扎。那挣扎的之余呢，政府就有一些补助补贴而已。但是呢，这个补助补贴又同样被污名、被批判。哦，所以我们要回到那个事情的根源，那个文化来自于生活，生活当中又包含历史等等的很多这个事情。我需要大家认识台湾原住民族，是认识全面性的东西，不是只有表象的文化这些事情，包含过去的，包含原住民在想什么事情，包含原住民也希望我们能够成为台湾贡献力量的一环，这是我的想法。那刚才呢讲到那个历史真相就是多元，大家就是至少大家都愿意把多的这种讯息去放出来，你主张你的课纲，我主张我的课纲，那我们来对话来谈。而不是只有单一，我们也不主张有单一的版本。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版本，我就很欣赏日本在演什么大和剧，不同的角度去诠释不同的武将的那个生活、历史、感情什么一大堆。但是我们看的那个三国的故事，永远一个版本，蜀汉正宗，但是最后还是被消灭，永远都是那个版本，多元没有，多元没有。那语言这个部分，语言的传承是有很多的一些必须去努力的。我老婆是那个师大的这个学语言研究所，她应该知道比我多啊。我现在在座也有很多的想法，但是我们目前努力在推动的一些事情，包含姓名证明。当我称呼我自己的时候，或者别人称呼我的时候呢，我用自己的母语去念，就像我们后来有这个身份证是可以。母语恢复，或者是罗马拼音并列，罗马拼音的念法比较正确。因为当汉字翻译的时候，有些读音就很奇怪。我们有个长辈，他的中文名字叫福娜，他说福娜这个怎么翻译呢？他就很伤脑筋，他就自己翻译福二阿，福二阿。所以来接他，福二阿先生就没有听到这个福娜这件事情。福娜是说福娜是番薯的意思，所以有很多的音翻译过来是很奇怪的，所以我们会有那个罗马拼音，但是这是也对自己的自我认同。我们在推动地名的这个证明，像这几年对光复节这件事情，台湾在推动台湾光复节，不管台湾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但是原住民怎么去看待，当台湾社会普遍在批判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反而是原住民地区在庆祝台湾光复，是很奇怪的事情。我们在谈到底原住民光复了没有？光去看你的部落，去看你的这个乡镇的这个名称。那去年就好时不时，也许年轻人，然后我们的几个年轻伙伴比较冲动，光复节跑去光复乡公所喷漆。这不是我们的地名，我要的不是这个。我们这边有几个大的部落，太巴朗啊，几个大部落在这个地方，地名应该是遵从这个地方。马太安太巴朗，也许叫马太部落也可以。就是总之就不是光复。原住民地区有很多这种仁爱乡啊。信义乡啊，三民啊，复兴啊，到底你的传统名称是什么？那光复这件事情，我们那年轻就是因为冲动去做了这个事情。我们当然觉得这是一个运动，结果他们就开始遭受财阀啊、侦查什么压力，就判他居然要赔个30000多块钱去做清理。哇，那个郭总裁撤稿。那后来我们协会就说：“好，我帮你去负担去募款这个事情。”哦，现在在想办法去找这笔钱。帮助那个年轻人的警察什么的压力很大，这样子。那姓名、地名、教育也是一环啊。我们最近也要推原住民族教育，或原住民地区有什么样的一些自我的教材。我们那个屏东的那个太武乡的一个校长吴立华校长，他就现阶段就是用当地的生活元素去改编现代的教材。包含数学。当然不是那个数字要去改，不是改这个事情，而是你用什么东西去看这个数据，是他生活里面会看到的东西，他生活会看到的东西，什么一只鱼豹啊，加两只蓝腹鹇啊，是几只动物，数学的数字没有变，但是他用的那个元素是在地会看到，他生活里面会用到的东西，但是未来也在谈和母语这方面的这个东西，我现在推动的是这个部分，母语在这个部分，那教育是。也很复杂，而且也遭受到政府很大的这个力量，在做抗衡，那我们也都在努力当中，
我尽量回答，我可能讲的不是很清楚，不是很好，但是抱歉见谅。今天时间关系，刚好有朋友举手，我们是不是在接受就两个问题，好不好？那这边一位，然后是这边。如果来不及问的，我们等一下活动结束之后，也许可以留下来再跟两位主讲人再做进行讨论。就两个问题，然后也邀请简短，第一个来分享说。好，谢谢，尽量简短，然后实在的，那个就开了吧。打开一下，上面就好。尽量就等一下。那，就是谢谢有这种机会来提问。那，就是说，我觉得都这个我们的很多观念都是这样子，慢慢会越整个社会越成熟啊。那我们在讨论这个文化权利的时候，文化这方面的时候，我感觉好像我们还是多多少少偏向以学统论的观点为主了啊。学统就是说，我想在座很多学统要了解。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嘛，有的以血统为主，像我不知道算不算基督徒了，我还是因为我是很老很乖的，但还是有点受影响啊。那耶稣他，我够这个，大家如果不是参考，没有任何的依据。OK， 就是从那个基督教的观点来讲，耶稣他不会强调他犹太人嘛，他只度化犹太人，佛祖不会只度那印度人还是什么人嘛。所以这个血统论呢、啊，我认为是有局限性的。我认为原住民谈原血统，我这个人观点，我要就教于这个老师啊。我的个人看法是，血统比较适合去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啊。那如果美国人那个什么安布鲁萨克逊人，他强调他的文化权利，保存他因什么什么什么文化的不用保存，那他肯定是他一定 majority 的嘛。OK， 这是我更看的，就血统适合是在原住民，这是无可厚非，应该的。但是在是不是有必要这么强调这个所有的？还有就是说，那。我讲话比较冲，比较直，大家误会没关系，就对不起，不是没关系，是很有关系，不要误会。那个，就是说，美国人会不会为了独立去发明另外一个语言？不会嘛？对啊。他不讲英语嘛？他有改过。啊，对，他不是故意改的嘛？是。OK， 那就以后请教教，但是毕竟还是英语嘛，讲通嘛。啊，这是我个人看法嘛。成英语。啊。对，不做看法，就是说那这个是大家看法，就是说，那如我认为，如果真的要敢独立，不要闹那么大圈子，叫一堆外国人白色脸孔来我们台湾当立法委员，很快就独立了，就是更进一步独立了，就是差异把拉出来就好了，看起来都长得不一样就好了，这种看法，不管是不是。另外就是说，大家都有不同观点嘛，就是说，我们的保障的家伙嘛哈，你的，就是我讲到了，因为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台商嘛。在外面留过大概20年嘛，结果两次婚呢，现在是有另外一个比较好的爱情了。那第一次是台南，我第一次本省，我不满河洛兰了啊，不满河洛卖我回啊，但是曾经差点都不来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台湾人要适应回来变成台湾人也是比较干扣的。我们社会里面在谈文化的时候，会很习惯贴标签的是问题啊。我因为我觉得我这个心路历程很长啊。就蓝的绿的，这么搞一大堆啊！然后我的现在的，因为你在保障你的家庭，你一定是娶，如果你家都娶过，你如果都娶外省的，你的观点是怎么样？你卖高工，你把搞了，你破了，我心里面哦。哎呦，所以这观点很多搞，所以我们在保家卫国的时候，其实我们受到我们本身的因素先限制住。我现在的很好的朋友，他就眷村长大，他爸爸是党国的，他自己是台独的。所以我们在想事情的时候，不要盯死一个东西，每个观点都不一样。谢谢。好，最后一个问题哈。大家好，我这个问题可能跟今天的那个两位讲者讲的主要内容没有非常直接的关系，我是好奇，因为像我个人，我就是喜欢，就是我的工作都是在教西洋文学。那我其实自己本身，坦白来讲，我也非常喜欢西洋文学，也喜欢英语这个语言，然后还有西方的一些艺术文化的形式。所以，但是因为今天讲的内容里面并没有提到一些，就是大家可能也说了所谓的外来的文化、西洋的文化。对，因为我觉得说今天可能提到问题里面，好像会把说如果以政治权力介入的这种精神文化，就
是由政治力形成的这个自然化过程，大家会比较有那种抵抗的意识。可是你刚刚说像台湾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土地啊，我们是在世界当中，所以就是说我们就是这两位的观点，就是你们自己本身，你会觉得说我们要怎么样来去看待这些所谓的不同的元素，它也是文化的元素。北一线的讲题当中比较是限于说台湾本地里面内部的一些文化的意识的元素，但是没有注意到说，那我们在世界之中，我们不断的去吸纳，因为现在这些网络刚发达的世界，我们不能够就是自闭于就是这些所谓的其他的所谓的外国文化之外，所以就不知道两位会对这样子的一个观点来看台湾文化的发展，大家有什么意见呢？就两个问题，一个是学统论的问题，一个是外国文化，不是光只有国内的各种不同族群的文化。就两位老师就简短回答一下啊，谢谢。我们的问题哈，我们今天聚在这里的就是要谈我们的问题，但是我们的问题呢，就在我们这一代都没有解决，也没有改善，但是呢，终于。我们看到太阳花对这样的反特价，我们看到你们站出来了，因为现在的各种人是不一样，是现在的时机哦，让我们有机会翻转，让我们有机会革命，思想革命。我讲个重点，我们不但反特价，要反考试，因为他考的都攻击，那些资料系统，我们 Google 一下就有了，为什么要考？以前不会的考试，你可以带任何东西进去，可以考出来。他不是要考你记忆嘛？所以在考试里，我们连考试都不应该当这样当个傻瓜一样考背诵的东西。以前叫什么几年什么几年进来干嘛？我在过十四章几年东章几年，我如果现在就知道我干嘛要叫记，所以我们的观念已经反转的。所以很多东西，所以我们要今天为什么谈？以前我们不谈，也没有谈，为什么？因为我们希望什么样的未来嘛？而且我们是有希望达到的，因为我们政府力量把传统力量吓到了，真的吓到了。为什么18岁投票不够？吓到了吗？这个钱税到18岁投票为什么不够？压给我嘛？那我们更要展现力量，要展现力量，因为你们在创给台湾一个新的机会。我们过去的老兵是不好啊。但是呢，你们给这样的情况下，我很乐意跟你谈说，我们可以这以前谈未来是梦想啊，只能说梦了，今晚说未来是现在的形式。刚两个问题，我觉得第一个问题，我觉得我会想有兴趣回应的是，就贴标签这件事情啊，大家有没有去想，为什么台湾人很喜欢贴标签？一定是有它的因素在，那姑且不讲整个大社会啊，台湾原住民也是一样，也是被贴标签贴得很严重，就是爱喝酒啊、懒散啊，这样子。为什么？它可能有历史的因素等等。那有时候我们贴标签，有时候也是为了保护自己。但是我为什么会想要保护自己？一定是这个整个社会对我有什么样的压力存在？那我们大家应该一起去思考的是说，我们要把这个原因化解掉。来避免未来继续贴标签这件事情，从源头去想这件事情。所以我前面讲原住民的一些状况的话，我们就是要去把这个源头处理啊，不是只有那个补助款啊，就不是只有一些保障方案就可以帮原住民如何。我觉得那个整个结构的问题要去把它解开来。所以协不协同，我觉得这个就是其次了，不是其次，就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我就不晓得怎么去讨论它。我们原住民也有遇到这个状况，就是当福利增加的时候呢。过去可能异族结婚的，本来没有协同的，没有认定，没有身份认定，并不是原住民的，因为我有这个，比如说家老师家分有什么补助，就他开始恢复办原住民说啊，我现在是原住民身份，我要取得这个。但是问题是他的认同不是这个族群，不是原住民族。我们遭遇到这几年遭遇到太多，特别是原住民族新民法过来之后，比如说高级素梅为王，他以前叫金素梅，对不对？人家讲到从母姓其实不是，他妈妈也不姓高，是他的外婆姓高。以前国民政府还姓高，去从
他的外婆的这个血统。那照理说他应该就变成像高素梅啊，对不对？他又怕大家忘了他，所以就变成高金素梅。所以他应该怎么称呼？他应该从这一套姓名法，他应该从有血统那一方的那个姓氏的时候，他应该姓高，对不对？就看到他应该叫高伟元，不是高金伟元。但是呢，我们有时候当然政治这个就不去多讲，但是有些人就那个认同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哈。那再就是文化这件事情，我觉得有时候大家用很沉重的心情跟态度去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要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呢，压力太大太沉重，有时候用很生硬的东西，或者是排他性排异性的那种东西，除了男人文化，夫妻传统是什么，什么才是我的，别的都不是哦。但是我前面讲的那个生活，就像我是学环境那个景观建筑。在做社区当部落营造的时候，常会从空间这个角度。但是我看到很多原住民部落要去做文化复振，从空间这个角度的时候呢，他做了很多的传统建筑，因为他生活没有去使用它，这些用竹子、木头、芒草的这些传统建筑很快就坏掉，因为你没有再去用它，没有去维护它，对不对？或者是说，现代的建筑为了要追求一些文化，什么叫文化空间，就开始弄了很多的图腾，弄了什么东西，就我们的部落变得是花花绿绿的，一点也不是一个很自然。山林和海边的很淳朴的一个部落，就是大家把它看得太沉重了，我们也没有说原住民要去追求传统的什么复振文化，就是要你去过一些原始人的生活也没有啊。我们一定是有当代的生活便利的，有一些元素方便的材料技术等等，一定是这个样子嘛。包含英文啊什么这些外来的这些东西，它才是造就台湾多元丰富的元素之一。但是我们过去用太沉重、太严肃的角度的时候，反而局限了它的丰富性，也变成有很沉重的那种排他性。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好，我尽量回答你，谢谢。好，谢谢两位老师的分享。就简单一分钟说一点小小结论。刚刚好像有一朋友问到说，个别的这种差异，但是他要遵守一个共通的一个什么的这样一个问题啊？我觉得那个可能简单的来说啊，就是说。尊重个别差异不表示说就没有共同性，因为其实常常在某些从这个调书单从某些哲学的角度来看的话，你如果让那个个别都能够有自尊，然后都能够独立自主，不会在历史正义或者基本的生存权上让它有相对的剥夺感受，你让各自族群说他自己的故事，然后很有尊严的活下去，基本上这样对维持一个共同性基本上是比较正面一点。我想今天的这个演讲其实都一直环绕在这个主题上。那另外我也想说，就是说其实刚刚前几天有一个那个可能大家都知道那个世界杯会外赛第二轮、然后是台湾是面对泰国，然后那个粉丝团基于某一种爱国的放在 quotation mark 里面爱国的情绪当中做了这样一个动员令，说不要让泰国外劳占领我们的足球场，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事情。那刚刚也回到那个邵老师最后的这个问题，说我们如何去面对所谓外国的文化？我觉得台湾人的心理，因为如果讲到文化立国，就是那所谓文化心理的这个部分，那个不用讲得很遥远，事实上就在日常生活上说，大大小小的一些细节上，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扪心自问，我们是不是既媚外，然后又排外又恐外？这个很极端的两种心理，我觉得就每个人就至少回到一个个人的基本层次上，从这个部分出发，才有可能去讲所谓的大家都在一起的时候，如何营造一个共同的可以继续运作下去的一个社区或者是一个国家的一个体制。好，这是以上我简单一分钟的这个结论。那我们再次热烈掌声，谢谢我们今天两位老师，因为老师还有很多老师，谢谢。那各位有其他的问题的话，如果还有时间，我欢迎留下来跟两位老师。如果可以留下来的话，就继续再做讨论。谢谢大家。